难道老天爷改变了主意，在我300年冰封解禁的时候，让你再次出现在我身边？老天爷不是铁石心肠，他是善良的。老天爷是好人。你还记得你300年前说过什么吗？如果姑娘是人，张真愿意娶姑娘为妻；如果你是人，我一定会娶你。我要带你走遍大江南北，让这天地之间的灵气洗净人世的污浊。如果你是人，我要带你去看长江的浩荡，渡黄河的急流，赏洞庭的烟波，数太湖的帆影。我要带你去听大漠的驼铃，去观泰山的日出。这一定是梦。不，这不是梦。在想什么呢？怎么还不睡啊？我在想，大师兄在的时候，这里充满了欢笑。现在大师兄不在了，这里变得好安静。这种感觉，就好像失去了个亲人。你看，我们俩平时老是捉弄他，他从来都不生气，甚至不放在心上。刚开始，我总说他是窝囊废，其实他那是大度、忍让、豁达。师妹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他出了事，你对他的态度就有这么大改变？你是不是同情弱者了？你怎么可以说大师兄是弱者呢？至少他不是什么强者。翠萍啊，人的善良是可取的，但不可以是伪善。什么意思啊？很简单，人的善良应该是人对人，而不是对动物。你说这鱼是老天爷给我们吃的，他却拿来放生，你不觉得他有点伪善吗？你认为大师兄是这样的人吗？还有，小莲姑娘失踪的时候，不正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吗？难道他就不会因为小莲姑娘的美貌而乐不思蜀，害得师父、你、我们大家都这么担心他？这么轻佻的行为，你说他什么大度、忍让、豁达？他根本就是个伪君子。方浩明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们俩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快说。哎，师父，当断不断，必有大乱。是啊，师父，大乱呢。乱什么呀？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你们大师兄。结果再说。师父，那是没错，可是宣布二师兄赢了擂台赛，当我们金门武馆的新掌门，和我们找大师兄是两码事啊。是啊，师父，而且师姐也喜欢二师兄，这不两全其美吗？是浩明让你们两个来做说客的吧？哎，不是不是，是我们大伙儿觉得应该这么做。我们金门武馆不是还要抢今年的武状元吗？那是非二师兄莫属啊。师父，大师兄是不错，二师兄更出色，而且师姐又不喜欢大师兄。再说了，大师兄最近沾上了邪气，他现在是否正常还很难说呢。别说了，我刚刚不说了吗？找到你们大师兄再说。师父。嗯，
哥，大哥这次去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大哥他自有分寸，我们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。不过我相信总会捉到妖的。两位哥哥。哦，是你啊。是小莲姑娘对吧？哎，天师哥哥呢？哦，找我们大哥啊。小女子仰慕天师多时了，得以有幸相遇，今日特来再睹风采。不知天师哥哥去哪儿了？我们大哥啊，去月老宫了，给月老祝寿去了。也难得两位哥哥闲下来，不如我们一起逛逛。我知道有个好地方，来。男女授受不亲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哎，哟，想不到你这位哥哥是个老古董啊。他呀，很可怜的，都是被知乎者也给绑住了。三弟。那行，这位哥哥自己先歇着，我们俩去逛，走。哎，走了。大哥，要不你跟上。三弟，你。小林姑娘，这是你怕什么呀？这儿又没人，想不到你也是有色心没色胆啊。小林姑娘，你说什么？我是说啊，想不到神仙也有你这样的薄脸皮的。哎，谁说的？我虽然不是潘安，那好歹也是玉树临风的男子汉一个呀，怎么会脸皮薄呢？我就喜欢你这样有男子气概的。是吗？喜欢就好。你是小莲姑娘？对啊。我的头有点晕啊。你怎么了？你快扶着我。怎么了，小莲姑娘？你怎么了？你快扶着我。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啊？小莲。小莲。就是他，他抓了你们的大师兄。你说什么？你们赶紧抓他，快抓他！你把我大师兄抓哪儿去了？你快说呀！什么大师兄啊？小莲，我怎么动不了了？你赶紧跟他们解释解释，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大师兄二师弟的。好，他既然不肯说，那我们就把他抓回去，等我爹回来了再说。动手！好，我不认识什么大师兄啊！喂，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走！喂，放开我！快点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放手！走，放开我！金小姐，是你？慢，我是来帮你的。你上次还想杀我们，我才不会相信你呢。哼，信不信由你。那天我是为了对付小莲，和你们无关。如果我要杀你们，是易如反掌，又何必帮你们找大师兄呢？废话少说。我告诉你，你没有选择。如果想找回大师兄，你只能去找钟馗。钟馗？天师钟馗？就是他。就是我们武行供着的天师钟馗，正是。哼，你把我当三岁小孩呢？天师钟馗是神仙，我上哪儿找他去？被你们抓回去的那个家伙，他会带你去见钟馗。怎么会？天师钟馗怎么会知道我大师兄在哪儿？你只要告诉钟馗，月湖龙宫里的鲤鱼精爱上你大师兄，这是人妖恋。他自然会出手帮你找回大师兄。师傅，知道大师兄在哪儿的人被我们抓到了。在哪儿？那里。
你把我管的赵正峰藏到哪里去了？你先把大爷放了，大爷再告诉你。哎，你大爷！我不得无礼。哼，小兄弟，为了免受皮肉之苦，我劝你早早的告诉老夫。哼，还老夫呢？你要跟我论资排辈的，你还差远了。嗯，我问你，你供的祖师爷是谁呀？天师钟馗呀。这与你何干呢？那是我大哥。哎呦喂，钟馗是你大哥？笑话了，我还说是我大哥呢。别吵别吵。那我敢问你是王复渠？王复渠，这可是钟馗的三弟，正是我也。既然是天师的三弟，那你为何来到凡间？怎么又被凡人所擒？这太不合情理了。那是因为我被妖怪所害，要不然就凭你们也能把我抓了？不信的话去打桶冷水来，我证明给你看呢。一桶冷水？没错，拿桶水来。刚才是谁要打我来着？是你，还有你。对了，还有你。大仙，手下留情，请受弟子一拜。受弟子一拜。何敏没来过？没有啊。早早的出了河蚌宫，他在忙些什么呢？怎么样，浊气吐掉了吧？好，恢复了就好。你觉得他是张真吗？他是一个习武之人，若不是张真，怎么会有那么好的文采出口成章呢？这个，那你要赶快抓紧，我怕夜长梦多。小莲，开始吧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你熟悉吗？你以前住过这里，你记起来了吗？你是说300年前？你终于记起来了。我未见浩人者，勿不忍者。浩人者，吾以上之，勿不仁者，其为仁矣；不使不仁者，加乎其身矣。
我好像听见有人在背书。我未见好仁者，勿不仁者。好仁者，吾以上之。你还听到什么？我还听见，好像是要切鱼头的声音。什么？怎么了？我好像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哭声。你奔下了十多级的楼梯。我奔下了十多级的楼梯。你看见了一条被草绳绑着的大鲤鱼。我看见了一条被草绳绑着的大鲤鱼。在哭，你把他放了，放进了月湖。我把他放了，放进了月湖。你相信前世的经验吗？啊，不！如果不是，你怎么说的和300年前丝毫不差？那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就是那条大鲤鱼。我见过你，在一座庙里，一座很破很破的庙里。长真，这也许是个天大的喜讯，对别人来说，恐怕是地狱噩梦。为什么？龟爷爷，龟爷爷，我算是看走了眼。我以为张真已死，赵正峰只是个误会。没想到赵正峰竟然有张真的记忆，真是闻所未闻，老夫认了。难道爷爷不希望我幸福吗？幸福会是幸福吗？他会让你重复历史的悲剧。难道真的天地不容？不容一个追求了几百年美好梦想的我吗？仅仅因为我是鱼吗？人、鱼，能恋能爱，能生活一辈子吗？天地不容啊！除非什么？除非是观世音凯恩呐！我去找观世音菩萨。哼，你根本无法见到观世音菩萨，他也不会理你一条鲤鱼精的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他会见我的。你要放弃千年修行吗？我愿意。我真的愿意。人生一花甲，区区100年呢，你竟然为这100年要牺牲千年修得的正果，上天位列仙班。我愿意，爷爷。你让我都糊涂了，爷爷。小莲，你知道，你这条路是很难走的，只怕是你没见到观音，已经香消玉殒了。爷爷会帮小莲的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因为爷爷一直是爱小莲的。自从小莲进了月湖龙宫，小的时候
爷爷就一直把小莲当作自己的孙女，不是吗，爷爷？那是因为你是从太湖龙宫迁居过来的，在月湖龙宫，你是最孤独的。爷爷知道小莲为什么对张真那么痴情吗？小莲并不是贪图人间的风花雪月，是因为张真的那番话。此情此景，让小生真的信了，这人生真的有春天，世间却有仙境。老天爷赐给我这温暖和美，张真会牵挂一世。他说的何尝不是小莲吗？爷爷，小莲之所以能在龙宫待下去，就是因为爷爷像春天一样温暖着小莲，要不然小莲早就离开了。爷爷，孔明师弟，大师兄，你害得我们好找啊！我们把山都翻遍了，你倒好，在这儿瞎晃悠。师父和师妹都还好吗？师父啊，急得整天骂人，师妹为了找你不肯休息，害了你们大家了。大家都自己人吧，何必说这话呢？只是不知师兄这几天去哪儿了？我这几天满脑子都是小莲，浑浑噩噩的。我就说嘛，师兄啊是交上桃花运了，乐不思蜀，害得我们大家在这瞎忙活。啊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我一时也说不清楚，先回去吧。啊，好，走，走。搞了半天，我们都为他担心。他却没事。对呀，不仅如此，还害得二师兄挨了师姐一巴掌，这口恶气怎么能不出啊？那你认为该怎么办？这就得看二师兄的意思了。那我倒有个想法，就怕说出来二师兄不愿意。你要是愿意把师姐和掌门人都双手送人的话，那就当我没说。说来听听。什么？你把那幅画给卖了？卖了，卖了十两银子。十两银子你就卖啊？姑娘，您能出多少银子？哼，你不是已经卖了？你看，我还收藏了一幅冰美人鱼的画，那才叫美轮美奂呢。那你赶紧拿出来看看吧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稍等。哎呀，各位客官，请看。
多少钱？100两银子啊。100两银子啊？什么东西这么贵啊？俗话说，危难之处见真情啊。平时我和大师兄你胡闹惯了，知情的人呢知道我们在开玩笑，不知情的只怕以为我在欺负大师兄。大师兄，你看你失踪这几天，我是天天想着你啊。谢谢师弟。哎，自己人说什么客套话呢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不好了，阿全那边出事了。啊！快，哎，拖进去，哎，好，哎，走，哎，走，走。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二师兄，我们这可全都是为了你啊。刚才你不是说这是个好机会吗？怎么又犹豫了？对了，他不是和妖挂上了吗？到时候我们就推给妖，算在妖的头上。等他回来了，二师兄已经是新掌门人了，到杭城考武状元，到时候生米都煮成熟饭了。对了，到时候啊，都说没见过他，他说见过了，我们都不承认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好吧，是你先出邪招的，我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就是这话。走。好，哎，走。大哥，你怎么知道这个店里就有美人鱼的画呢？这是秘密，以后再告诉你。天师，翠萍不明白美人鱼的故事和我大师兄有什么关系。金姑娘，美人鱼和张真的故事表面上看似与你大师兄没关系，可我这次去月老宫里拿来了张真的肖像，我让你看看你就明白了。是我大师兄。他是张真，不是你大师兄，只是他与你大师兄长得很像。啊，所以美人鱼就以为赵正峰是当年的张真。嗯，金姑娘，此事不便多说，你先回家等我消息。嗯，好，那就多谢大师和两位大哥了，翠萍就此告辞。我们去龙宫。好了，这里不管你是玉帝还是人帝封的，什么驱魔大神。龙王陛下，你可以骂我，可以骂我的两位兄弟，但你不可贬损我驱魔大神的名号。正如钟馗仍口口声声称您为龙王陛下，龙王陛下一样。喂，把他们撤了，在我们面前摆什么阵仗？是啊，龙王陛下，这里又不是战场。再说了，就凭您这几个虾兵蟹将，又能将我等怎样啊？二位此话差矣，国不分大小，势不在强弱。二位是天师的随从，理应维护天师的尊严。若不是天师的随从，月湖龙宫再小，也容不下二位的席位。所以老臣恭请二位用耳而非嘴，谨遵天师禀言，批评指正。龙王陛下，钟馗此次来龙宫也是出于我的职责，并不是来问罪的。钟馗知道我和我两位兄弟都是不受欢迎的人，因为有我们出现的地方就说明那里有事情发生。正如月湖城过去百年都没有发生过因为龙宫肇事而出的命案，可是最近为何在短短几天内就发生了两起命案呢？一件是食人案，另一件是断舌案。
这两件命案都与月狐龙宫有关。龙王陛下，看来你们龙宫里发生了大事啊。大事？什么大事啊？朕怎么不知道啊？如果龙王陛下不知道，就等钟馗来告诉你。在300年前，月狐龙宫的鲤鱼精因和凡人张真偷情，这是触犯天条的重罪。龙王陛下应该上报天庭，可是陛下却没有，为什么？是因为殿下喜欢上了鲤鱼精，他求陛下不要上报天庭，而陛下照做了，只是私下将鲤鱼精冰封了300年，可有此事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陛下，请看。小鱼，这么急，要到小莲姐姐那儿去？不，我都不知道小莲姐姐在哪儿。告诉小莲姐姐，这些日子千万不要回来。为什么？天师钟馗抓她呢。啊！告诉小莲姐姐，藏藏好，天兵天将可不好对付。钟馗啊，你今天来不是跟朕翻老账的吗？龙王陛下，现在有老账心算的可能。父王，天师正在跟您开玩笑呢，要不父王先去休息，让我来陪他。龙王陛下，殿下的意思是想请龙王陛下自便。哼，龙剑啊，你呀，放着和敏公主不要，非要等那个小莲，那个小莲早晚要害死你不可。钟馗啊，朕有一言相告。朕知道你铁面无私，也知道你跟观世音关系不错。你应该知道朕与观世音是什么关系吧？钟馗当然知道。这就好，凡事要有个度。朕相信朕做事都在这个度中，朕希望你也在这个度之中啊。钟馗自有分寸。那好，那就好自为之吧。天师，刚才父王的话您别放在心上。历史在重复，旧账变新账。太子，我问你，鲤鱼精和赵正峰真的素不相识吗？我再问你，鲤鱼精是不是为了你去救赵正峰的？是。你能肯定？大哥，废话少说吧，让他赶紧把赵正峰交出来不就得了？赵正峰？赵正峰怎么会在我们这儿呢？那好办呢，赵正峰如果不在，那我们就先把鲤鱼精带走吧。你殿下啊，殿下息怒，老臣来处理。天师果然名不虚传，里暗思辨，丝丝入扣，严密无缝，老臣佩服佩服。现在知道拍马屁了，晚了，来不及了。哎，三弟，休得无礼。归相爷德高望重，也是我们的前辈，你不可如此讲话。这样吧，你和二弟先去花园走走。是，大哥。天师，请随老臣走一趟。相爷，殿下放心，天师能容忍殿下悔罪改过，可见天师的仁慈不在观世音之下。不敢。
依相爷所说，这全是相爷的计谋是吗？老臣对殿下说是欲擒故纵之计，对小莲说是沉疴重要之志，对天师说是脱胎换骨之求。怎么讲？殿下追小莲算起来也有500年之多，而小莲一直拒绝。为什么呢？李玉京嫁给殿下就成了太子妃，这对李玉京来说不是最好的结果吗？他为何不答应？小莲不这么认为，他要嫁的是他爱的，爱他的。嗯，果然是非凡不俗啊。是非凡不俗，300年的冰封依然矢志不移啊。我知道，相爷的意思是想要根治小莲的情痴，让小莲明白他爱的和爱他的那个人早就已经不存在，让他死了这条心，是不是？正是。没想到那个赵正峰人像张真，心也像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他竟有张真前世的记忆。哦，有这样的事？所以老臣认清楚了，让小莲再回龙宫必然酿成大祸。嗯。哦，对了，你刚才说的脱胎换骨之求是？请天师代小莲求恩于观世音。哎，不可能，现在很简单，你带我去见小莲，我带走赵正峰，此事我就可以不再追究了。天师，赵正峰并没有和小莲在一起，这一点老夫可以作证。你不用骗我，也不要逼我做我做不到的事。异类相爱在天界视为重罪，看在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份上，我还能放小莲一马。二师兄，你别着急呀，你着急也没用。是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可不想闹出人命。哎呀，你想想看，这事儿啊，咱们做都已经做了，要么就达到目的，要么就白做，您还担个罪名，是不是？嘘，翠萍来了。干什么呢？啊，没干什么呀。没有。那你们鬼鬼祟祟的在干嘛？嗨，我们在说妖呢。对对对，我们说妖呢。是啊。说妖？说吧，说妖说神的。我看呢，现在就只有一个人关心大师兄，就是小师弟。爹。师父。师父。爹，衙门怎么说？衙门会尽力帮助我们追查你大师兄的下落，你呀就放心吧。啊。浩明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好了，现在啊，妖的那方面有副曲前辈，人的方面呢，有衙门帮忙，双管齐下。你大师兄啊，一定能找回来，啊，放心。嗯。二师兄，爹，二师兄有点古怪。错过的恋情飘零人风去打听，
我跌入回忆的陷阱，一句句的叮咛，一段段的曾经，你想慢慢的就凭我还在微醺、那一语传来无尽在叹谁的心，太画面不舍的梦境，一页页的风景，一幕幕的恋情，原来那过去还是个我的痕迹。论浮生作看浮云，你曾如此的用心，付出很安静却泪湿衣襟、那苍天鸟看苍蝇，我俯视你的表情是如何牵动我命运。我终于很笃定将誓言永隐，等你的决定，等一件美好的事情，等一切云淡风轻和你会看到我的用心，等待是因为我相信，我终于